豆豆，你能不能挑战一下用我的号打排位赛单局25杀呢？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，我就关注你。我的号就是一个星耀段位，很简单的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应战？有什么不敢的呢？直接上号，不就是一个星耀局单局25杀吗？随便拿一个兰陵王就能轻松搞定，1分20秒出野区，上路躲进草丛，看见亚瑟那个嚣张的劲，扎他一针，来个大招，回头再给他几个普通攻击，一个一技能，人头轻松的把他给抢了。第一个了，去对面的野区支援，看见典韦扎他一针，一技能大招回来，砰！第二个兄弟们，打几个闪现就过来追我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有多大的仇？扎他一针，一个一技能，两个普通攻击，你往哪跑？二连击，回头亚瑟还跑我方野区去了，我的天哪，我什么档次？你什么档次？敢学我反野？直接一个一技能，3连决胜，开局2分钟，4个人头了，兄弟们，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儿了，麻烦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哎，对了，兄弟们，3分钟来到对面的野区，又看见老典韦，扎他一针，来个一技能，他还用大招打。直接回头一技能把它化成157金币。第五个，4分钟跑到敌人的下野区，看见射手先扎一针，一个一技能大招典韦，打你们两个我都不带害怕的，一个普通攻击，2连击破。7个了，兄弟们，5分钟我们又看见典韦冲啊，扎他一针，一个一技能，111金币。第八个，又在对面的野区碰见打，直接扎他一针，一个一技能。第九个，上路躲草丛，看见亚瑟，扎他一针，一技能，一个大招。第十个，从对面的野区出来，看见小鲁班，一针扎上去，一个一技能，再来个大招，回头一个普通攻击。第十一个，然后我们再去找对面剩余的人员，先扎他们一针，回头再来一个一技能，普通攻击接上，3连决胜，斩杀都没有抢过我，这人头很快就来到13个了。哎嘿，我走了，哎嘿，我又回来了，小妲己扎你一针，一技能大招，天下无双。第14个，14-0，看看这战绩，这波我们绕后突袭，先观察一下局势。安吉拉开启大招，完了，我们再不去就没人头了。一个大招瞄准辅助，一技能，这一波就捞一个15个了。小妲己头上亮着光，根本就不敢出来。我们回头攻击典韦，一个一技能，2连击破。第16个，跑到下路再偷一下全鲁班，扎他一针，然后一技能回头大招，天下无双。第17个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兄弟们，这个出装也是一个精髓。看见亚瑟。二技能扎他一针，再来个一技能回头大招，92金币，不值钱了，我操！18个了，兄弟们，回头再抢个小妲己的人头。第19个，又在团战，我们绕后突袭，小鲁班这家伙一见到我就跑，小妲己一见到我就放出了闪现，还好这还有个落单的，没让我白跑一趟。第20个，直奔中路，你看小妲己那个浪样，扎他一针大招，一个一技能回头我们就跑。第21个，他以为他躲到塔里我就不敢打他了吗？太天真了，兄弟，回头绕个圈，又看见典韦，扎他一针，对一技能回头大招，天下无双。第22个，还有3个，兄弟们，我方准备攻取敌人的高地了，也许这一波我就要3连决胜。看见人先扎他一针，一个一技能回头大招，天下无双。第23个，还差2个，好紧张啊，兄弟们，向着敌方的高地就是冲呀，又看见小鲁班，天赐良机呀，一个大招上去，哎，亚瑟的现在这个攻击力都这么高了吗？不过鲁班七号也没了，第24个了，就差一个了，兄弟们，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继续向敌方的高地进发，看见鲁班小七号，先扎他一针，回头咔嚓一刀。第25个，兄弟们，刚刚好，紧张死我了，兄弟们，我还以为这局我完不成了呢，兄弟们，最终这局比赛也是取得了胜利，我也呢给这位兄弟加了一颗星，评分跑到了14.9，还不错，英雄战力一下子就给他加了533的，金牌刺客，名不虚传。怎么样，兄弟，牛掰吧，牛掰！不是我说，豆豆，你是真牛逼呀！